那个人投胎，嗯，他那个灵魂，嗯，跟这个母亲的孕育的这个肉体，是在怀孕的那个时候那一刹那里面就结合了，不一样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出生的不一定，不一定，在不同的时候都可能，有可能就在很早很早就开始了。基本上从结合精子卵子胚胎发育的时候就已经开始，就开始一直到生育，哎，都有可能来，嗯，不同等级的投胎的人。我在想问，有些灵魂是不是不一定是这个星球的？那不可能，完全有可能。我们这个星球就是在宇宙中就是个微尘，我们的灵魂多么大。他可能会不会有些是从很遥远的星系，或者很遥远的一个星球，走了很远的路来的？他不会走很远，都超光速的。我知道是超光速，就是他没有很遥远，就是因缘具足就在那儿。你的念头需要超光速吗？因缘具足你就产生了那个念头，投胎就那么快。因缘具足，你的念头产生了，你就在那儿。还要走好远吗？母亲的那这样，母亲的子宫就相当于太空舱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不一定吧，各种，看他怎么看了，可能是海洋，可能是天空，可能是时空隧道，可能是个虫洞，在科学的意义上，可能是各种，可能是个什么闭关房，可能是个书。个人也看不同的境界呗，你看不清真相的。没有人觉得他进了一个子宫里边，我发现很少有。我没有这样子去感受，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个太空舱。啊，看谁感觉的吗？投胎那个人自己会找到的，是吧？会不会有些星球特别快的？啥意思？有的星球快，离地球近一点。不，特别快乐。Oh, 有些星球就是有的星球就是那里的生命是极乐世界吗？它不是一定是极乐世界。哦，有的天人也很快乐，天人也很快乐，特别快乐。对，天人也很快乐。有没有那个世界就基本上就是孩子，但是是特别快乐的。没有是形象不像我们的成人，像孩子。有很多星球是这样的。真的，真的，地球也挺好的，地球蓝色的星球很好啊，很漂亮啊，也可以快乐的。会不会有些人就是说很好的福报来到这个世界，然后确实也真的是给了他相应的福报，但是送他来的时候就是说，如果希望他走得更高一层，一级台阶，能够走得更远更好，那么送他去地球。如果说他选择在那里堕落，选择在那个地方，这个邪恶，那么送他去地球。这谁干的？因为你说的这送他去地球谁干的？宇宙的自然法则。没看出来，都是自己学的，都是自己学的。比如此时此刻坐在这儿，你就选择了烦，我就选择了快乐，都自然学的。不要在这个世界蓝色的星球上，是吧？你觉得你选择了有烦恼这件事认知，虽然你也不烦此时啊，本来我们俩都在喝茶，一模一样，这一点不差。然后你说这个世界是有烦恼的，我说没有啊，挺开心的、哦、就俩的认知而已，你也无我，我也无我，你选择这个世界是烦恼这个认知，我选择了这个世界是快乐的认知，剩下的都是假象啊，剩下的你过去了，已经剩下你头脑那些东西不在过去就在未来，那跟此时此刻有啥关系？此时此刻如果能够见闻觉知说话的话，那就是你告诉我这个地球是烦的，我告诉你这个星球有快乐。我说有快乐有烦还是建立在
因为这个世界大部分人有保持着这个认知，所以我要是说这个世界是快乐的，就是会觉得不太，你说的不太全面，你说的不圆满，你这种不能一分为二说话，所以我说哎呀有快乐有烦，是吧？但准确的说，快乐跟烦这两个名词都是人力给推定义出来的，因为觉受的，你自己觉受或者是觉得不舒服了，觉得这叫烦这叫定，其实真的不会有这些，这个是个梦来的，真的不会有这种事的，这个世界真的是极乐世界来的。我们在做噩梦啊，你觉得你在梦境里啊，我不是在这儿坐在这儿吹牛，坐在这儿说大话，说告诉你们这个世界只有快乐，或者是安慰你啊，真不是啊，我跟你是一样样的人啊，我也是从父母那儿生出来的，是吧？我也有病啊，是吧？我也不舒服啊，喘不过气啊，是吧？我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们说的所有的应该有的我都有啊，比如说一个人呆着了，你看呢又肉啊，还得瘦啊，还胖啊，还这样那样，但我觉得很快乐啊。你们认为的所有的应该烦的东西我都有，是吧？拥有嘛，那还能拥有，是吧？这个地方这么有缺陷，你只能拥有这些了，比如疾病啊，比如老啊、病啊、死啊，什么东西，这个世界有的我都有一点，但是这个跟快乐没关系啊。你快乐啊，至于它叫天堂还是叫地狱，那只是起的名字而已，只是这个这叫快乐。我初步定义这个世界是，说它烦恼啊，快乐参半，那个是众生这样认为，因为这样不说，众生不跟你死犟嘛。他说我烦成这样，你为什么老说这个世界是快乐的，你不痛不痒，你那样子讲是乱讲，是吧？那为了众生不死犟，那就是哎呀，你对你是烦，你是快乐，哎，只是这个你是烦的，只是众生这样说话是因为众生没有醒来，在梦里边做梦吧，那个反正夜长，这天也长，这你看又下雨阴的，大家这个梦醒不来，需要点时间的，梦醒不来很正常。压抑了好久了，做梦都好睡嘛，大家梦就是睡眠好嘛。这件事真的可以达成的，而且正在发生，快乐，知道吧？而且永恒的快乐，不因为发生了快乐的事。你就是快乐的，你就是快乐本身，没有烦恼这回事，不存在。不管过去做了什么，未来做什么，都是这样，会达成，知道吧？醒来就 OK。至于你醒来了，你想听啥听啥，你听烦恼也行啊，听烦恼，你知道吧？聆听烦恼。上帝经常干这种事，聆听烦恼。你以为只要听音乐吗？就是的心音啊，就是在梦中的呓语啊，在梦中的呼唤啊，苦海的呼唤啊，哭啊，笑啊，泪啊，那都在聆听。上帝聆听的绝对不是音乐，但是那就叫音乐，是吧？作为一个上帝，既然众生把他放在上帝的位置，作为一个菩萨，作为上帝，那他能听啥？不就听众生苦海里边的苦海吗？对，这就是他定义了慈悲那个定义的时候，那就是苦海，但是那就是音乐啊，就是在呼号，就是在苦海，就是在求，就是在不满足挣扎，就是在笑，就是在哭，就是在抱怨责备愤怒、攻击、谩骂、战争，你听到这些会烦的。上帝不烦，哇！上帝说：“众生这个梦做的波澜壮阔啊，交响乐咋产生的？”动物会不会像人这样？当然啊，众生也动物是不是也会做梦的哦？是会不会有烦恼？有愤怒，他有愤怒肯定就烦啊，是吧？他要达成他的愿望，肯定要烦啊。动物更无眠，也在做梦啊。你看牛呀、狗啊，都会哭啊，他哭还不是哭，觉得自己对了吧，难受嘛，伤心嘛，他为什么哭呢？伤心就流泪嘛，跟人一样，有情感，怎么可能不一样呢？动物是有情感的哦，
有神经系统，有情感，有啥不同？他就比人愚痴一点，他是本能的接受，人是有思想的，动物完全靠本能来去处理问题。烦恼比我们快。他不懂烦恼，一个傻子，你上去踹了他两脚，打了他两个耳光，给了他块面包，他马上就把泪擦了吃面包了，你知道不？傻吗？你觉得他忘了吗？你再拿起手打他，他也吓得这样子，但是给他面包他又这样子，傻愚痴。他不是忘得快，他是不会记那些了，他脑子转不过来了。所以很小的孩子比比啊，他不停地笑，你知道他的快乐来自于无知，他不懂了一些，啥也不知道。他长大了为什么就不快乐呢？我们小时候也是天真的无邪的，笑得灿烂的嘛，没牙也笑得这样子，好灿烂的笑容啊，是吧？不知道这个世界，觉得这个世界挺，只要有糖吃，有面包，有好吃的，只要我妈在，每天我要的父母在旁边，每天开开心心的，要吃，说想要个玩具有了，想要个糖，啊，每天开心的不得了，就那么简单。我们的要求很少啊，是吧？没有太多要求，啊，所以无欲无求也快乐嘛，无求的，但那不是解脱，你无求也快乐。没什么，小孩子就没太多要求，就有些要求很容易达成吧，父母帮他达成了嘛。我们现在要求父母帮不到了，达不成。你比如你说你要个爱情，你妈怎么帮你？你说你要个房子，你妈给你攒点钱买；你要个爱情，你妈就帮不到了。而且你要个爱情，孩子他也爱你，你也爱他，爱的天昏地暗的，还能他永不变形，那更难，是吧？这上帝演的很难做。上帝说，人类如果有那种能力，我也下去啊，玩儿呗。在那个海王国里面住了两天，住了两天，看那个动物表演啊，其中有一个节目看的动物表演，哎呀，动物好纯真啊。但是我在想，他们如果在那些海洋里面，他们也许更快乐，可是快乐快乐快乐，比如说那个白鲸吧，快乐快乐快乐，那一头虎鲸就会吃掉他们一头。他们不懂，除非智商很高的，就像我们在家里圈养一头狼，或者是一头狮子老虎，你在笼子里养它，从小养到大，它也不懂的。你不能评价说他在笼子里更快乐，或者在田野里，在草原上奔跑更快乐。在草原上，他有风雨，他有挨饿的时候；在家里，你养着他，他三顿不用愁，他不用自己去辛辛苦苦去拼搏。他不懂的，你把他放在草地上，放在草原上，生活所逼，他也得奔跑。我明白这个，但是没有快乐，不是想问这个，我是觉得。你不能评价谁怎么样更快乐。这个世界有时候你会觉得很美好，特别美好，蓝天白云，碧海，草地啊什么。那是你看见的。那些动物也很快乐。不快乐。突然来只老鹰，这只小鸟就吃掉了。是吃掉了，它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死，它也不知道是，就像那个动物王国那些。那些鱼让人逼着让去跳起来，跳起来，然后喂它个鱼，然后让它海豚去表演。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生命会喜欢被人强迫着干一些动作。我这一点我是肯定的。我虽然不知道那个海豚跳起来为了那两条鱼一定要翻个跟斗，但是我想他愿意翻跟斗，那是他高兴的时候。他烦的时候你让他翻跟斗，我觉得。鱼在海洋里也会翻跟斗，也会打挺嘛，但是不是每天都要翻跟斗的哦。但是当我们看到说，哎呀，好可爱啊，他翻个跟斗，他很开心吧？你怎么知道他那天想翻跟斗呢？我始终觉得，任何一个东西，不管狗也罢，猫也罢，你强迫他去做他，不管他喜欢不喜欢，即使他举手之劳他能做，你强迫他就不快乐，是吗？但是没有，我们没有能力去定义谁是快乐的，除非他能够从愚痴中觉醒，否则他没有快乐，什么不快乐可以，他无可选择，
遇到逆，你就说你遇到逆境了，他就烦；遇到顺境，他就快乐，就是那样。放到草原上也苦，放在海洋里也苦，你养着它，鱼吃着还苦，各有，是吗？我们用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这个世界的快乐跟烦恼很浅，知道吗？很浅的。那些解，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一点快乐的时候，我们也解决不了自己，无法解决自己心里边的有时候有些烦恼，只是觉得哦，这个世界还是有快乐可言的，但是并不觉得我们看了那些快乐，那些快乐就能取代我们的烦，是因为太看得太浅了，因为你不了解，不了解这个世界。你如果了解鱼，了解狼，了解老虎，了解动物，了解众生，了解所有人的生活习惯，了解他们的烦恼苦乐，所有的东西你全部了解的话，你就不会下定义了，你也不会觉得谁可怜谁不可怜。你知道他要不觉醒，在哪一道也不行，他总有苦也有乐，在哪一道也不行。为什么在极乐世界的莲花里还要做噩梦呢？他在极乐世界也不行，他们做梦啊，花开不了吗？做梦，心打不开，极乐世界也做噩梦啊。